大家好啊，我是 Chris 啊，今日嚟到超近西营盘地铁站嘅魏理坊二号，我哋大家一齐入去望下。欢迎，我哋而家喺魏理坊二号一个中高层嘅 D 单位，实用面积250尺，系一个一房套嘅设计，入嚟睇下。呢个客饭厅方正实用，非常之宽敞。隔篱咧就是一个开放式嘅厨房，名牌家电一应俱全。客饭厅连住一个20尺嘅大露台啦，景观都非常之开扬噶。跟住是套房啦，套房的门口用咗趟门的设计，我哋入去望一望啦。呢个套房方正实用，可以摆到一个 standard size 的床，仲有一个非常之大的景观窗添。我哋嚟睇一睇套房的洗手间啦，佢系用咗淋浴间的设计，而且佢的设计亦都非常之时尚美观。在闹市之中有自己的屋企，感觉真的非常之超啊！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揾我 Chris 啊，拜拜。